次让我们利用 AR 技术体验不一样的脑性开讲，感受全新的沉浸式阅读体验。最有成就感的事情之一，就是我们所谓 humor over rumor， 就是梗图辟谣的这个概念啊，不再只英文讲得最好的人，所以军方派他去美国出差，到亚特兰大。全世界呀、啊，有高达8000多种品种的番茄，番茄在全世界各地都可以看得到。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全新的蓝柚的风貌。一开始接到这个设计案的时候，其实蓝柚找我们来是希望